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和其他的消防员一起作为一个群体代表我们整个队伍，说我这个烟熏妆走红了，当时还是很开心的，说哎呀自己也能红一把。但是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深入的报道，自己就有点慌了，很多的女孩啊，然后还有介绍对象的都会联系，然后希望媒体能够通过我这个角度能够看到所有的森林消防员，他们都是这种状态，他们在火场上都是舍生忘死的，都是赴汤蹈火的。